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百忙之中前来小森展台参观，非常感谢。感谢所有同仁多年来对小森的厚爱。2023年，小森公司已稳健的步伐迈进了百年企业行列。值此之际，小森公司将用最新的技术向各位展示包装解决方案的演示。 我们将通过该演示向包装印刷公司提供以下提高高效、削减成本、增加利益的3项解决方案。第一项，应用小森云端服务 KP Connect Pro， 将生产工程可视化，从而实现提高效率。第二项，应用小森的特有机型我身后的Lithrone GL44 Advance， 提高生产效率。 减少浪费，从而增加利益。第三项，应用智能色彩技术实现终极装色转换效率，提高生产效率和收益。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两个印刷火箭的演示来诠释这3项解决方案。这次演示的两个火箭，第一个是印刷啤酒包装盒，第二个是印刷饮料包装盒。 印刷演示将使用这台Lithrone G44的6色上光机进行普通6色智能色彩印刷。关于智能色彩印刷，我们在后面将进行详细的讲解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火箭的印刷演示，有请我们的同事徐工开机。好的，我们的第一个火箭的印刷已经正式启印了。 在这里，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解决方案——小森云端服务 KP Connect 印刷业的现状和制造业一样，正面临着人工费高涨和劳动力短缺等重大问题，因此需要尽快创建节省人力、节省人工和自动化的生产环境，尤其是在加工工序较多、工序管理繁杂的印刷包装方面。如果能把印刷机台 开机情况、生产进度可视化，是否就能准确地把握到哪道工序出现了问题，并合理分配资源呢？小森公司提供的 KP Connect 就是为解决该问题而应运而生的。关于什么是 KP Connect， 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现场的 KP Connect 的区域，有请连先生为我们介绍。 大家好，我是连永奎，请大家注意观看小森展台 KP Connect 区域各台机器上的大屏幕。KP Connect Pro 系统位于管理信息系统 MIS 与生产现场之间，将复杂的工序管理做到了可视化，让相关的各个方面能实时共享最新的工作信息。KP Connect Pro 系统是一种印刷工序管理软件。 能统一管理胶印、数码等所有印刷机的排程制作、排程信息发送和收集实际生产成绩。此外，通过将工作计划表和日常工作报告采用数字化方式管理，便可实现信息实时可视化。好的，主持人，感谢连先生的介绍。 KP Connect Pro 不仅可以连接印刷机，还可以与印刻设备连接，并进行工序管理。请看大屏幕。 这是去年11月份在东京举办的 IGAS 2022展会时，在小森展台以及小森 KGC 发布的包装解决方案的影像。从现在的视频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小森公司的云端技术 KP Connect 已经打通了印刷工序的各个环节，有效地利用机器的自动化、自动物流，在节省人工的同时，提高了各个流程的生产效率。 有效地使用 KP Connect 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，通过可视化来助力印刷公司提高收益。印刷现场通过数字转型来确认生产，这就是智慧互联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，GL64的第一个火箭印刷已经结束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张样章。好的。 现在我们的机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个火箭的转换工作，转换作业由自动转换控制功能来自动完成预除墨、预上墨、橡皮布清洗、
以及六个色组的全自动装板，操作人员可在机台完成自动转换的过程中进行其他的准备工作。这就是集自动化、节省人工、不依赈于个人技术于一身的小森 GL44 Advice。下面我们利用机台转换的时间，向各位介绍第二项包装解决方案——小森特有机型 GL44 Advice 的优势。我们采访了实际会客了小森44英寸机器的客户对该机的看法。首先是会客了小森44英寸五色上光机的零下金世泰公司，有请我们的导播切换一下视频。 非常感谢宁夏金世泰公司对我们的评价。接下来是会客了小森44英寸 Advice 机型的广州博盛公司的采访视频。非常感谢广州博盛公司对我们的评价，两家公司都准确地描述了小森44英寸机型的优势。 在这里，我们来做一下总结。首先，针对102到106幅面及40英寸机型上的尺寸优势和104到160幅面及56英寸、60英寸机型上的生产效率和性价比，我们刚刚印刷的第一个活件啤酒外箱正是发挥了其最大优势的案例。类似的包装印刷。 以前使用的是40英寸拼一板，56英寸拼两板进行印刷的，但是这样的拼板方式会极度的浪费 PS 板。可是，如果使用44英寸机器印刷，最大限度的灵活使用印刷有效面积，可拼两个板，相对于56英寸可以节省 38% 的硬板，减少成本的浪费，电费消耗也可以减少，这两者合在一起。 就可以降低日常生产的运行成本。另外，在人工成本方面，56英寸印刷机很难由一个操作人员来更换硬板和橡皮布。大家可以看到，44英寸机器上这些工作由一个人就可以操作，可以减少给一台机器配置的人工数，有利于削减人工费用。其次，两家公司。 均对 GL44 Advice 的高印刷品质和自动化所带来的操作及管理的简便性给予了好评，这是针对解决印刷厂招人难、留人难等问题的直观评价。小森公司的44英寸机型在今后竞争日益激烈的包装市场中，能够表现出与其他厂商机器不同之处，是一款能解决经营课题的机型。 小森公司在包装机上有着丰富的产品群，接下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请看大屏幕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机台正在准备第二个验刷活件的演示。现在请我们摄影师把镜头给到 KP Connect 的区域，让我们来确认一下 KP Connect 的显示屏，连先生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 KP Connect 的区域，请大家注意看这里的生产管理大屏幕。这里现在显示了 Lithrone G44 Advance 的生产状态，可以看到图案、进度等内容已经自动变成第二个活件的内容。即使远离了印刷机，也可以实时确认工单的情况。好的，主持人，谢谢连先生，生产状况确实做到了可视化，非常实用的云端解决方案。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解决方案。 应用智能色彩 Smart Color 实现终极装色转换效率，提高生产效率和收益。智能色彩 Smart Color 是一种能够大幅度改变包装印刷的生产效率和改善环境的印刷技术，是一种不用更换油墨就能再现多种装色的技术。在普通四色印刷工艺中，加入绿色和橙色，用六色印刷再现广色域。 现在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一张第二个活件的样张。
好的，我们的两个火箭的样张都展示在展台前方。两张图案均有专色，啤酒包装有9个颜色，饮料包装有40个颜色。通常包装印刷要使用专色油墨，在进行作业转换时，因为要进行清洗油墨、清洗墨斗、更换油墨等工作，所以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。但是智能色彩印刷。 以6个颜色来模拟在线广色色域的专色，在进行作业转换时，无需更换油墨，也不需要清洗墨滚，可以说是一种既缩短了作业转换时间，又非常环保的印刷技术。以往需要40分钟左右才能完成的作业转换工作，现在只需要20分钟就能完成，可以说是使包装印刷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。 同时，不需要对装色油墨进行库存管理，仅需更换印版即可在线装色色域，在包装印刷方面可以极大程度的削减浪费，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贡献力量。另外，小森润板系统使用4根水共中的计量棍与串动棍立转的方式，能给板面提供。 匀而薄的水膜，能再现清晰、结实的网点，从而保持稳定的印刷质量。智能色彩印刷从技术员来讲，如果使用专用的油墨和分色软件是能实现的，但是实际在印刷品质要求较高的包装产品时，小森印刷机标配小森装有技术的小森润板系统。 其鲜明的网点品质，不仅在中国市场，在全球都得到了盛誉。应用智能色彩 Smart Color 技术，把专色转换作业效率发挥到极致，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收益的非小森机莫属。好的，我们 GL644 Advice 的印刷演示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秉承智慧互联的理念，小森公司诚邀各位与我们携手前进。 下一场 LA437 厚纸小包装印刷即将开始，请各位移步至 LA437 区域，谢谢。